这个景色怎么样？漂亮吧？我现在站在这个房子的阳台上看这个泳池。这里呢是位于尔湾南部的城市，封闭社区，顶级的学区，接近3700尺五房的大独栋。你猜这个多少？0.02个小目标都不到。你看这个房子呢，非常漂亮的欧美装修风格。一进来呢，这样的一个大挑高，然后在这边呢，你看它这个墙都是这种贴砖的。这边呢是会客的一个餐厅，再往里面走呢就是它的厨房跟大客厅，这种宽面的大独栋，整个房子呢就看起来很开阔，非常的舒服。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咱们就看看这种真正的性价比好的房子。咱们呢现在去院子里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院子里面做了烧烤台，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凉棚，然后再往前走，你看它这个大泳池，很多树木呢郁郁葱葱都长起来了，光这个植物呢就做得非常的讲究。咱们现在回到它这个大客厅，你看一进门那边还有一个会客厅，再往这边走，一楼的卧室，宽面大独栋就是这个好处。你看这个卧室的两扇门都是可以通向院子里的，从这里看出去就非常的舒服。这里呢是位于一楼的这个卫生间，也是欧美风格的这种装修。这边呢是它的洗衣房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、柜子还有水盆。接下来呢咱们去二楼看一下，这样转角式的楼梯上来之后呢，这边一个小长廊，可以挂点画，摆点装饰品，往下看这样的一个大挑高，整个房子呢显得非常的一个大气。同样呢二楼还是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客厅，它这个相当于一进门一个客厅，厨房旁边一个大客厅，二楼一个客厅，这样做成了一个三客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。在这边呢是有三间卧室的，这三间卧室呢大家通常会用来做书房啊，或者是办公室，然后呢有一个这种全卫的卫生间带洗浴的。你看这样的三间全部都在这边，这边的房子密度很低，所以采光很好。进来呢就是看它的这个大主卧，大主卧是带一个阳台的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卫生间。咱们看这个卫生间，典型的欧美的风格，两面镜子，然后这边也有镜子，窗外呢就是远处的这种景色，山景。咱们出来阳台看一下，这个景色非常的开阔，近处的植物郁郁葱葱，其实光看这个景观就很漂亮了。往天空看，看远处的天际线，这么开阔大气的景色，这个在尔湾是见不到的，非常非常的震撼。看到这些真正的好房子，还真是挺让人高兴的。如果大家想来实地看，或者有更多的问题，可以单独的找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，谢谢。